我们先来看这块料子，这是一件铆货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不是成品，刚刚雕出来以后呢，没有经过抛光的料子，我们称之为铆货。料子选用是天空蓝的一个底色，纯冰胶块种水料，做了一条神龙护主啊。那当然，谁是它的主人呢？就是它的有缘人，非常漂亮啊，雕工牙齿尖锐，爪的锋利，神态凶猛霸气，龙角啊，包括龙的鬃毛。再来看一下它的龙鳞，龙鳞做的非常好，这个工艺啊，凹凸有致，做的非常精致的一个工艺在里边。整个龙的话，我们都知道是象征的权力、地位、财富。龙的谐音呢也是生意兴隆啊，代表做生意的人适合去佩戴。那么作为一个领导者、统治者，权力比较高尚、至高无上的话，戴这块料子也是比较合适。